蒙古族的民歌呀，包罗万象，非常的丰富。它的呼麦，它的长调，它的操，它的叙事民歌，它的史诗是非常丰富的。库尔沁这个地方，现在呀，据专家统计呀，它有上万首叙事民歌，它有300首以上英雄史诗，所以它是这样一个地区。这里的原生态的音乐能量，哺育了安达乐队的每一个人。